谢谢董哲猪猪送的奶茶。猪猪晚上好。对，时隔很久的素颜，谢谢小西瓜的奶茶。今天好奶，可能是因为我没化妆。谢谢黑夜中的一抹微笑送的糖果。刚刚吃了饭回来，虽然没化妆，但是洗了个头，那么还是可以就是播一下。谢谢胡桃夹子的糖果。对，我的痘痘还没有好，这里就是说明天我开直播，我要是涂了粉底的话那就看不见了。没有，不是刚青痘，前段时间我不长痘吗？然后我这段时间我都没有化妆，就是这很长一段时间了。青回，笑死了。对啊，就是那天我看到你发的那个，就我刚出道那天，哦，不是刚出道，就是拿口袋第一天直播，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直播，也是素颜，但是那个时候皮肤照比现在好很多。对对，谢谢董哲猪猪的恶魔头饰。作息不规律，少熬夜好，但是呢就是说虽然答应在这里，但是还是很难很难做到。对，可能是各方面综合原因。明天在哪边多，让我想一想，我原来是在哪边多呢？就是观众面向舞台的左手边吧，应该是。是希望素颜没有把你吓到头头。熬夜很容易爆痘，但是我也不算是熬夜啦，就是生物钟已经是这样子。谢谢睡不醒的无间道送的糖果。对，明天我穿谁衣服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没去看电影，大乔回来的话，我可能就穿，辣条的吧，真离谱，辣条那个腰啊，这两天怎么穿衣服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天气吗？还是什么？他特别好笑，我昨天。啊，我穿的一个很薄的卫衣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像个小学生，但是我还是就是这样出去吃饭的。哇，谢谢小白送的万圣夜啊，原来这还有一个小怪兽啊，之前收到过一个这个礼物，我就只看到了上面那个太阳，因为我当时在打键盘，应该是遮住了。是素颜，特意什么？谢谢小白送的南瓜头，但是呢，这个南瓜他就是说嘛要冲过来，我挡一下，因为他上次冲过来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。好，他冲完了，当然我是在谢谢你的礼物，并不是说讨厌他的意思。对，长痘了。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说我烂脸嘛，这个特效也太丑了，还好吧，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是在很用心的做这个礼物的。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说我烂脸了，比如说我都不想化妆，就是我长了很多痘，虽然说我现在也在长，无语，痘痘也夸是吧，长了三个不止，到处都是。素颜太好看了，如果说你两三个月前这样夸我，那我还能就是认可一下，现在我觉得我素颜自己都但是其实没有刘海会稍微更好一点，但是主要是说就是没有眉毛，然后现在的口袋这个
就是画面吧，就会显得很奇怪。想想算了，痘痘好看，温柔多了。你说我没化妆温柔，我没化妆不温柔吧？画与不画各有各的好看，等我皮肤恢复好了再来夸我。对啊对啊，就是如果没有刘海就能看到眉毛。烂脸人惺惺相惜啊，为什么要长痘？竟然敢素颜直播，确实很久没有素颜播过了。就是说上一次素颜就不知道是可能六月份七月份的样子吧，就是刚拿口袋那个时候。但是不长痘的快乐当然不懂。你从来不长痘吗？天哪，去湖南辣吃多了，我觉得有可能。但是为什么我上次就我是回了广州才长的呀？明明总显去上海期间也素颜播啊，我想起来，就是大家都化了妆那次试妆是吧，就穿着衣服，然后我莫名其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化。谢谢啊送的奶茶，不要心碎了。素颜机场最大恶极。我真的，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理解我的行为。谢谢凯奇送的糖果，就是说很多该化妆的场合没有化，是真的有点那个。一个学生妹，我可不是学生妹，我可是今年毕业的本科毕业生呢。好，那你就看看当当笑一笑。对，机场我素颜了，甚至就是说去的机场和回来的机场都素颜了。今天明天他改名了吧，好吧，那就叫今天明天吧。羡慕毕业，你还没有毕业吗？那叫声学姐来听听吧。去了没话就算了，回来还话，可是算了，找不到借口了。怎么不话吗？我想想为什么，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确实有自己的理由。看我买了这个，有喝过吗大家？哇，谢谢佳佳送的南瓜派对。好，我又要挡一下这个特效了，就是说它有点可怕。谢谢你的礼物，我很喜欢，只是说这个特效呢，我这个蛋就有点想哦。好了完了，真的吗？我没有喝过这个，就是我还买了个这个冰山葡萄冻，这个还挺好喝的，它上面是冰淇淋，然后下面有冻冻。邱大厨没有喜茶的，凑近了看到的痘痘更多了，无语。今天两杯，今天本来想喝瑞幸的，想到我明天要去中泰，我肯定会喝两三杯，所以说就是说就没有喝。喝一口，还可以，它没有很甜，挺好喝的。不不不，它就是不是很甜。没磨皮特效吗？磨皮它有，但是呢，如果我开了，因为我没化妆，它就是会磨的脸很那个什么。品不出来呀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这个也挺好喝的，就是冰沙有点冰。我哪里变着法子喝奶茶，昨天没喝，前天也没喝，前几天都没喝。谢谢菠萝插翅南飞送的奶茶，这什么歌呢？其实我每次都觉得这个歌有一点点的那个什么。好，切掉。谢谢清辉的奶茶，少喝冰的好。昨天今天明天都不喝，不要蹭不要蹭。我哪里瘦了？我真的比进公司胖了好多。 B
边看我直播边打麻将都输钱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打麻将？快点关了直播，认真打麻将。我不允许我打麻将的时候有我的，就是一起打麻将的人做其他的事情。素颜好看，不是很好看，以前还行，现在属实有点不好看。公眼看出来，但是有人说我瘦了，也有人觉得我胖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在上海剧场看我直播，不会很吵吗？打游戏啊，看你打什么游戏了。对啊，就是打游戏或者那些就是电台嘛。把直播给下架看，傻瓜哦，不对对，就是要给下架。我刚想说给上架了。广东湿气重，长痘很正常。那天就是说，周佩西跟我说，他说广州这边就是广州的水对四川人最不友好了。哎，呜呜。对我们四川人不友好，在嘉兴路杆上看直播，哇！那你们要不要去认识一下？不是不是，没有拉人的意思，给我送个礼物保佑一下我。谢谢卡卡年送的南瓜派对，就是说要再等一下了。他来了吗？对，每次就是说，虽然挡一下也要解释，我很喜欢，只是有点怕这个特效。哦，对对对，忘记了。祝你今天赢钱好吗？谈款年赢钱了的话，就是说和我对半分，赢一半，然后就送给我。怎么样？我会好好保佑你的。赢钱了要发电，发电太贵了。就是5-5分就好，看你赢多少吧。小赢也算赢，不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小输也算赢。好，赢的都给我，那你就去认真的打麻将吧。就是说又替我负重前行了。做法版，我心里祈祷很管用的，好吗？赢麻了，这个时候应该多说点他赢麻了，这样的话就真的可以赢麻。打牌的时候就是需要说一点吉利话。但是我今天晚上我不播很久，就是因为明天早上要早起嘛。而且其实我是想说，我开个直播在这里，就是复习我的那个站位，因为我不是全场都是新站位嘛，然后结果我打开了之后，我就想说，那也没办法，大家要发弹幕的话，还是要聊天的。哎，喝多了几口有点苦，今天没化妆，怎么想开直播了？就是突发奇想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化不化妆不是说，对我来说不是说一个硬性的，就是不是必要条件。化不化妆都好看，现在不化妆还是有点拉的，就是说现在这个素颜还是有一点点。别的小偶像会说好久不见，想我的粉丝吗？哦。那我也说，再问一遍。那你那谁再问一遍嘛？再问一下嘛？再问一下。怎么没人问呢？好久不见，好像我之前化妆是另外一个人是吧？今天为什么没化妆也直播？因为就是说想我的。算了，不要搞这些，不要说这些，不要说这些，就是说。没有没有，不要这样子，就是我没化妆，没有那个粉底的遮挡的话，我很容易脸红，就是如果我笑的话会脸红，我不想脸红。
粉丝滤镜，可以，不错。Gail，我真的那天看了一下我出道的那个，啊，不是出道，对不起，又说错了，就是第一次拿口袋第一天直播那个脸，怎么可以红到那么红？看到痘了，对啊，就很明显。其实粉底是四位数，不是啊，我那不是四位数，980不算四位数，而且我没用它了，我现在买了一些其他的粉底，挺白的，真的吗？今天没涂粉底也能被夸白？其实我今天就是我打开那个，就我想播嘛，然后我说我打开那个直播，我说看一下，然后我想说我要拿我的那个遮瑕液，要不给自己的痘痘遮一下，没化妆的话可以遮下瑕嘛，想一下算了算了。衣服几位数？9.9，一位数。刚刚绷不住的时候脸好，又脸红了吗？我不想，我不想脸红。这个真的多喝几口很苦哎。明天10块钱卖给我，我穿过，怎么才加1角钱呢？我衣服哪里都四位数起步啊！我买东西不是看多少钱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说我觉得喜欢一个东西，它的价钱不是一个决定要素。算折旧，衣服还算折旧呢，又不是什么机器。买衣服根本不看钱，不是不看钱，就是说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买东西还是真的那种，我觉得买衣服方面，不管是买衣服买什么都是，就是我有很便宜的东西，我有很贵的东西，就是看我喜欢吧，我觉得。这就是富婆，哪有富婆穿更便宜的衣服？没有。就是我来广州之后，我感觉我还买了挺多那种就是很便宜的衣服，因为我觉得就上班穿一次没有必要买很贵。我不是理科生，我是文科生。变形机倒也没有吧，你们广州毕竟是一线，这叫什么老牌一线城市呢，嫌广州廉价，我觉得广州好贵。不是，我就是说有的衣服，当然有可能会穿2-3次，看情况吧，就是说，因为不可能经常上下班穿一样的衣服啊，这也是一笔支出。其实我不喜欢这样买衣服，宁愿买一件很贵的衣服，然后穿很久。就是我有一件 T 恤，我买的很贵，但是我穿的超级久，就是3-4年了，差不多。不是一次性的，就是看买什么衣服，有的衣服就是穿一次，有的衣服就是会一直穿。Supreme 就可以穿很多次，对，我那件 Supreme 和 CDC 联名的 T 恤，就是它其实洗的已经有一点点的。那个标有一点点的裂开了，但是我穿了它很久，我还是在穿。就是贵的衣服还是可以多穿几次，不是大面积胶印，它就只有一个标的地方有胶，其他还好。我觉得就是看心理作用吧。包包，我真的没几个包包，而且我来广州根本就没有带我的包包，你知道吗？我来广州没有带什么鞋子，也没有带包包，衣服也没有怎么带。而且我最开始就很夸张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来广州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没有带什么衣服，因为我以为自己是过来当练习生的，然后我带的全部都是就是方便跳舞的时候穿的衣服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说有上下班这种东西，就是自己的衣服都没带过来，包包、鞋子什么的。过年都带过来，我应该也不会，因为我觉得放不下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升格什么时候能升嘛，你想三人间的话，这里马上要住新人进来，根本就放不下。不是，就是每个人的空间不够。
这可以说吗？没有，是今天在招募。但是只要我不说他们什么时候出道就无所谓吧。可以的，不出镜就行。哦，今天在招募，而且因为我上一次就是我面试那个时候有新人有我好看，我怎么知道，我也没去看，但是我知道有两个女孩子要来，有一个已经签了，有一个今天已经签了一个高一的一个妹妹，然后还有一个妹妹，因为她现在初三，然后她今天，但是她要看，她就说她想把这个义务，她已经满16了，但是她来的话应该还是不能直播，因为她初三没读完，所以她不知道要不要签。其实我跟你们讲嘛，我上一次面试的时候，就很多年龄小的小朋友了。就我上次面试的时候，就有很多05、06、07年的，只是没有过而已。而且就是我们当时有个女孩子，上次就过了，这个高一的女孩子，她看上去更小，我觉得她看上去就像小学生，我觉得她不像初中生。小慧。不是吧，不是你们说的吧，还有这么多人面试。而且哦，就是说据我了解，就是下一批人应该人还蛮多的，就不止就是比如说我们实习生就只有我跟夏雨静两个人签了，因为这位西比我们先进来3个月嘛，就是签的话当时面试，就我们那一次面试进来，就是进的人大概是有4个还是5个，然后只有我跟夏雨欣两个人签了，因为有个女孩子她高三要高考，就我之前跟你们说过，但她最后不准备来。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是今天签了的那个高一的，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她读大学，她在湖南上大学好像，但是她没签。嘿嘿，我马上也要当小前辈了，还挺多的。听说这一次场就今天就签了5个还是6个，悄悄的，不要说出去，要说出去也不要说是我说的。而且就是说最后应该会有7、8个吧，就不知道是谁，我也没有说他们什么时候出道，这个无所谓吧。哎，这个无所谓吧，我觉得就像招募，就像其他经纪公司也是一年会招募很多次，练习生也很多次，但是出道不一定，这些都不知道。确实很多人，不是很多人，很缺人。哈哈，我走的时候拿了6袋，谢谢上善若送的荧光棒，就是说有一丝的局促。什么时候升格，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升格。这个锅巴我真的很喜欢吃，我可以一次性吃7、8袋。今天那个妹妹说，她说我们出道之日就是陈鸿宇升格之日，我说啊，我要那么晚才升格啊，要开帖了，谢谢你夸我可爱，在这里夸就好了好吗，就是不要去外面夸我好吗，你不答应我，我这块锅巴我都吃不下去了，怎么不说话呢，总不说话，不会再写东西吧？已经去开帖，小后辈都知道我大名，不是，就是面上次面试认识的。他怎么不理我了？啊，那
那你们快去私聊一下，就说千万不要。哎，有点紧张，这个气氛一下子就凝重了。素颜挺好的，看着舒服。嗯，还是化妆吧，没关系，明天我就是化了妆来播。我播到22:22分。小前辈了，应该淡定一点。不行，你不是知道吗？我是那种很迷信的人，我很相信各种的玄学，我相信各种各式各样的说法。晚上好。对啊，明天要播，明天公演完了播，明天就是说化个妆来播，今天就是这叫什么预告，不对，预热。最近直播频率挺高的。真的吗？电台也算吗？明天是不是可以听深柱？对啊，你的深柱卡你什么时候拿呢？是我明天写完呢，我还没有写。哦，算算就好。那算的话，那这周就要开4次直播。嗯，不错。主要是今天我卸个妆来播可好。嗯，哦，你说明天吗？我还以为你说今天。我说今天没话卸什么。主要是我还要再去看一下我的站位，就是我真的我现在记站位，就是我会先把自己的那个理出来，真的很像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做笔记复习的那种感觉。就我要收拾下东西，因为太久没有公演了，然后再看一下站位，然后就洗个澡睡觉觉。好，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让邮寄还是说你自己来拿。这么早睡的原因是因为怕明天早上起不来，明天早上10:30出发，而且就是10:30。虽然说我最近都还是醒得挺早的，但是就是我一旦给自己定闹钟让自己什么时候起，我就很难那个时候醒。甜的字体，嗯，好的。这么早确实不必要接车，谢谢睡不醒的无间道送的恶魔头饰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我还有恶魔头饰呢。就是说，是我的眼睛花了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安利啊？不会是在什么贴吧里面吧？就是现在有股血上我的脸了，红了，我有点紧张呢。就是说现在想要快点下播，不要安利我好不好？怎么呢？就是说他安利的人好像都会翻车还是都会怎么样？
哎，这样可以把头发抓多一点，抓一下。谢谢 Kevin 诺送的恶魔头饰。冷静冷静，谢谢小西瓜送的恶魔头饰，谢谢家具送的恶魔头饰，谢谢佳琪送的奶茶，谢谢蛋糕头送的恶魔头饰，蛋糕头记得点歌。嗯，突然想起来了，万圣节真要西瓜带了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但是其实我没有，就是弄过那个 cosplay， 从来没有过。只是说你们这个团里面好像确实就是，比如说应该搞一些这些。我很擅长和声吗？我不擅长啊。你们团，对啊。还有三首嘛，那慢慢点吧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记着就好。就是我会偶尔来提醒一下。直播的是本人吗？不是，直播的是小美，还认得我吗？壮壮哥哥，在吃什么？在吃海底捞的免费锅巴。谢谢清空组再也没有了送的万圣夜。谢谢，没有，突然想起来了。大耳朵图图看，我很喜欢看大耳朵图图的，不会吧？不会有人不喜欢看大耳朵图图吧？你们都不看吗？我觉得很好看哎，没看过。就是说有的时候说代沟这两个字呢有一点伤人，但是呢也只能用代沟解决了，只能用这两个字说明白了。那可能就是零零后和九零后是有质的这种弊吧。看蜡笔小新我也看啊，我初中的时候还把蜡笔小新就是连着看了一遍。我零零后，我难道不是零零后吗？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也看。对，零零和九九是差了一个世纪的。晚上好晚上好，就是我以前的好朋友他们就会经常说和我是跨世纪的友谊。1900打人了，怎么23了？不是说22下吗？读书真早，其实也没有很早，5岁读一年级，我觉得也有人会这么读吧。难道你们身边没有5岁上小学一年级的人吗？和我一样哦，对啊，就是很早上学。对，其实早上学挺好的。要是以后我有了小孩，我也会送他早去上学，早一点，就是把这个社会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去把它做完了，他才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择，去探寻自己内心，并且去寻找自己的终身事业。这种都是姐弟恋没意思。无语，你这个早恋，这个社会认为该做的事，比如英年早婚。对，在宿舍英年早婚，这是你自创的词语吧？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成家立业嘛，成家在前面嘛，你也是顺应了就是说以前的这种说法的。而且本来就是对啊，你不要在这里嘤嘤嘤，我刚问你的问题你都没有回答我，就是让我整个人吓住了。
并且都忘记了我的下播时间。庞博怎么这么熟呢？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这个名字哦，脱口秀吗？哦，脱口秀，那我反而有一点觉得不那么熟了。因为想念粉丝，所以忘记了时间。你这么懂，你干脆来做就是小偶像的那个培训师吧。我们都没有培训师的，教我们要怎么说话这些，教一教。啊，这好油腻。别的小偶像不这样说吗？你们怎么不去说油腻？我也没有说，我只是念一下弹幕。就我这个人很少会讲一些这种话。结婚不好，去个剧场还要打报告。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算是说很早结了。好家伙，有勇气素颜，是不知道谁给我的勇气。新人会，那我是新人时期的时候我会吗？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什么叫看我直播也爆痘了？难道是我扒给你的吗？不对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扒吗？这是四川话吧？我现在也是新人。哎，你说的对哈，我确实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差点觉得自己进公司快要半年了，就是说有一点，不是这个扒，是巴掌那个扒。就是传染的意思。切首歌呢？老油条心态，我其实也不算老油条心态，只是说今天感觉招募就是有一点。有一点感想吧，就是觉得哇好快，因为感觉上次我来招募的还没有过去多久。谢谢小糖宝不在家送的五个恶魔头饰。啊，我化妆有那么蛇精吗？我也还没有到那种功力吧，好像差不多，差很多。要是我化妆，你就看不到我这个痘，还有这个痘。而且我发现我真的不会遮瑕，为什么呢？确实差别不大。没想到，就是我还以为自己化久了之后就会差的多一点。眼线啊，我的眼线确实，我喜欢画那种超级长，把自己拖到脑袋后面那种眼线。但是因为我觉得眼线，那我要是不把它画出来，别人看不到了，那不等于我没画了吗？但是好像其实是说眼线要画的那种不太明显才是画得好。好，我要下播了，10:30了，再见大家。就是说晚上还要再继续看一下站位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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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有到30，所以我要摆着手到30。谢谢小西瓜送的糖果，拜拜。谢谢布剧送的糖果，拜拜。怎么还没到30呢？原来。就是说你要是希望的话，可不可以只在这里说呀？就是你不要去其他地方说希望我能越来越火这种话嘛。不要说晚安，我知道他毒奶很准。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惹到你了吗？我已经凉了，不是吧？在我的直播间说一下也会吗？
对，你放过我吧，求求了，我怕死了。怎么不理我？吹谁谁胡？我知道吹谁谁胡，所以我说你，因为他之前也来过一次，我就说，嘘，漏，就我们在这儿说，去其他地方吹漏。然后他那次是答应我，但他今天。难道你说越来越火就会突然出事吗？我不信，你不要拿我做实验好吗？就是说，你去找别人做实验也行啊，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哎呀，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。对迷信的我来说，这真的是一个重磅打击。算了，我要忘记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我这么迷信一个人，我真的好信啊！我信各式各样的说法，就只要别人有两个人在我耳边吹一件事情，那么我就会相信。好，算了，下播了，郁郁寡欢了，就是关房间了。我先关房间吧，我想一想。不行不行，这样子的话都没有什么防御措施，我要给自己先想个防御措施。这样子吧，我们先想一个那种，先想点有没有那种出事的，但是小事，我先去出一个事，这样子的话就免得真的出事了。我想想呢，对对对，就是应急的。去回他翻牌就，他没给我发过翻牌啊。没事，你看我这么久了，我还没出事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谁谁就会出事，那我可要感人了哈。你犯的，啊，无语。你犯都他没有，你前面还有一个人没他，那就还没轮到我。在座都是毒王，快点来互相举报，我要开始赶人了。塌了三个吞，百毒不侵，就是说负负得正是吧？就是在互相博弈，就是都是毒王，然后互相博弈中就反而就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嗯。希望我没事，还好你推崇。哎，下播了，下播了。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，在我这里，就是说给我的那个后援会，不能说应援会，后援会招一下那个公关组哈。随时做好准备，谢谢家具送的独占夜蝶，这个特效哦，不是这个礼物，最近在我的心中就是说有一些，谢谢家具，不准我看别人文案，不准看别人弹幕的夜蝶。清流粉丝，笑死！哦，那佳佳要点歌了，是不是还没点过？不错，今天就可以了，想好了再跟我说吧。好，我要下播了，再见大家，拜拜。就是说，记得我的那个叫什么公关组招一招人。好，我好像说了很多次拜拜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扯下来，拜拜。哇，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没化妆就在这里直播呢？可能就是说，我明天或者说今天晚上突然躺在床上，就会觉得我为什么今天没化妆要直播？拜拜拜拜，下了。